是吗？妈妈答应你今天早点回家，然后陪你看漫画书。看看，像你这样总是加班的人，吃葡萄比较好。还有千万不要喝太多咖啡。好，我听我的小头包的。实验的全部数据，他们走。妈妈，你这个疯子！还有更疯狂的事情。想救回你儿子，完成你的事业，回到过去。豆豆，我们现在该做什么了？彩虹战士穿越时空，夏天冷静一下好不好？没有豆豆，我那个死，这个实验可以没有你。都是其余次，你将会死的。你们女人就是爱瞎紧张。